这些菜全都长起来了。这些是生菜，长得又嫩又大颗，密密麻麻的。这些是昨天晚上才摘过的，看长得很快的，之前一点点大，一下就长起来了。这一颗是土豆，现在长得多好呀，看看，好浓密。这一箱种的比较迟一些的。这个箱子的是柳叶菜心，才缓过苗没多久，浇了两次肥料了。这一袋是茼蒿菜，长得还可以，才浇了肥料没多久。看看，这次浇的是那个菜籽麸。这一袋茼蒿菜昨天晚上移栽的。这边这些是我育的菜苗，很多都没种完呢。这个白菜这里又是自己长了一颗，这个小番茄都是去年那些番茄掉下来的籽，长了，长得特别多，很茂盛很茂盛。这一颗全都是番茄，我都没有去修剪它，还不停地开花，肯定到时候又要长满了小番茄的，到处都是。好多呀，好大一颗的。这一个小箱子的油麦菜还有莴笋都是留种的，这些我都是买的是传统种子，所以都可以留种。然后这个箱子有一些拔掉的莴笋，我就又种上这个快菜了，才移栽没多少天了。昨天吃货一直坐到这里面去，苗子蹲在那里，在旁边吃套种的蒜苗，长得还不错。这一盆是之前育的芹菜苗，密密麻麻，已经拔掉很多去种了，还这么多，种都种不完，太多了。这一个就是荷兰豆了，荷兰豆很多都开花了，而且这个还很多都结了荷兰豆的。很快就有荷兰豆摘了，看看都黄的，太阳要到了，等出太阳了我就要浇一次水。中间之前是种的白萝卜起心了，我全部把它拔掉了，然后又种上了一点，这个是茼蒿菜，这一箱是莴笋，莴笋也是才摘了三四天，浇上肥料它就又很浓密了，长得超级嫩的。莴笋现在长得超级嫩，我都是剥叶子吃的。这边这几颗是油麦菜，这边的是草莓，草莓长了很多的，来看看，长了，今天又有好几个可以摘了，昨天才摘了。熟了，这里只有这个很熟了，看看这一串草莓熟了，这里
也好几个也都熟了，今天都可以摘了，长得蛮多的。